皇后娘娘是在跟臣妾说话吗？除了你还有谁？不知皇后娘娘有何吩咐？听闻万贵妃自幼入宫，在宫中生活已有二三十年，竟然还不知宫中礼仪，宫中嫔妃见了皇后该当如何？原来皇后娘娘是介意这种繁文缛节。臣妾自小进宫与皇上一起长大，就算是见到皇上也都不需要行什么大礼，可能就是皇后太过拘谨，以至于令皇上不敢久留于你宫中。你胡说些什么？难道臣妾说错了吗？对不起，皇上就快下朝回宫了，臣妾要尽快赶回宫中，要是皇上回到宫中见不到臣妾，皇上会着急的，臣妾先行告退。口无遮拦，成何体统？三姐娘娘，本宫叫你滚出去，你没听见吗？滚出去！啊，奴才听到，奴才听到。奴才滚出去容易，但如果奴才滚出去的话，娘娘这口气能消吗？你是谁啊？回娘娘，我是今天第一日来伺候娘娘的，我名字叫汪直。汪直？难道你可以让本宫消气吗？是，回娘娘。奴才的确能想到办法，略尽绵薄之力。真的？真的。恕奴才斗胆。大胆！奴才该死，奴才该死。但是这一巴掌却是为皇后娘娘消气的一颗灵丹妙药。让朕看看。不，皇上，你不要管我。爱妃，来，让朕看看。皇后竟然把你打成这样，她怎么能把你打成这样？皇上，请皇上废去臣妾的封号。将真儿送到清华来，真儿愿意孝敬念佛，留此暂时。别这么说，先起来。爱妃啊，妖妃也是废掉那个悍妇。走，跟朕一起去母后那评理。走，找母后评理去。什么？你要废除皇后？朕不想留一个如此凶悍的人在身边。皇上，母后，请听臣妾一言。臣妾刚才与贵妃在回廊相遇，贵妃既不下礼，也不让路，还出言不逊。臣妾只是一时气愤，才打了她一巴掌，以作警戒，并无伤及贵妃呀。你还敢狡辩？是臣妾一时失神，才没有下礼，竟然遭到皇后痛打。住口！贵妃。皇宫之争，时而有之，实在是小事一宗。你只需禀告哀家，哀家自然会给你做主。你何须惊动皇上呢？皇后，你虽年轻，可你要知道，皇后是六宫之首，该以仁爱为先。哀家要罚你抄写经书十遍，以作警戒。谢母后仁慈。母后且慢，此事绝不能草草作罢。
儿臣跟皇后极不相合，留她在后宫只会惹儿臣厌烦，望母后成全。废立皇后岂是儿戏啊，皇后才刚被册封一个月，你就要废除她？不和就是不和，一个月十年又能怎样？如果母后不能成全儿臣，儿臣自此礼佛偿债，不再宠幸任何妃嫔。儿媳，传朕旨意，吴皇后凶悍难驯，实难管制六宫，即日起朕废她皇后之位，贬为庶人，移居南门。皇上开恩。